分享真到现场哦，刚好老太家烧鸡咧，就系咧同特别的夏令营哦，又做得好多呀英文，又做得地道嘛，个系有机的农村吼，还有食的东西吼，真跟同特别咯。那唔定吼，要参加一只，要参加这个夏令营啊，袁杰会有什么？刚才有讲了说，你们其实会有国际志工嘛，对不对？你们会筛选过后，所以我们这一个其实是有人把关的哈，有你的重点的哈。唔够要。我们报名的小朋友 COA 要铺分嘞，就是小朋友的部分，他们也要有限定吗？有一些门槛吗？哦，那我们主要的部分就是招10到16岁的青年。那门槛的话，其实就是只要勇敢讲英文，其实我们都非常欢迎这样子。其实不敢讲的哈，去到那边没不会够呢哈。某一方你要自闭三，你要自闭4天呢、喔。其实还好，因为小两下 COA 哈，有时间是可以去学英文。去外啦，唔敢講添。係，我是講你一擺，你反勁做得講啊！你一擺是硬是講嗬，你一外學到熱先嚟英文嗬，唔敢講出來嗬。你一擺硬是講就叫反勁，本勁很自然，很自然就講一個字也好，一句也好，慢慢的。我相信到第四天，提醒你咯，台地会讲你传英文专业。真劲！古时候做企业时间可能咯，爸爸妈妈伫个收个东西的时间，呀，起码个东西用英文来讲，没有可能吼。不过唐公也白发通吼，伫个报名吼，有一些名额没有，还有分的，系冇？也有给一些弱势的团体，系冇？哎，第二摆 N S 讲吼，为到因为第二摆报名吼。还得就费用，我是讲，哎，你有商量哈，是讲，哎，你每一批次，我们会让几个名额出来，让他有心想要学习，然后又希望认识有机，但是能力又有可能有困难的这个小孩哈，那我想这边就可以跟我们的。学校的老师来反映，然后透过老师来推荐的话，我想我们这边就会让他全程免费来参加的营队。所以其实报名的详细内容其实是也是可以上网，就对了，是的，是的，上网都可以得到一些资讯啊。这一次，所以这次大概有几个梯次？哦，那我们这次大概就会有4个梯次。那第一个梯次是从7月8号开始。哦，就一个梯次都是4天这样子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4天3夜。4天3夜。不过亚白没有共同吼，就系亲戚片的，就系条白没有做过小朋友的听娘啊嘛个。不过亚白卡戚片的就系会高压。不过高压吼，系喺啲农村哦，他讲恁农村安胎哦，做得安多年。哦，每个几个系农人啊，是讲你结合个冬天哈。那村子里面的环境，你去现在该一年该好就动火来收菜，比如讲应该有一家樱花大道，至少有500-600棵樱花树，很漂亮的一个地方，还有一家贡山，该贡山可能走得去新北沙漠问题，所以你要不要你扎营哦，还不去在露营哦，露营对，搭帐篷不行哦，还是学习同理吧，哦，什么搭帐篷，有没有搭帐篷？我想这次的营队主要就是学习。学习英文，学习有机，学习搭帐篷，就会在我们那个公园那边搭，把营地搭起来。嗯，不过秋雅、袁杰，你自己也带过很多次这样子的类似的活动嘛，就是小朋友啊，或什么，你们有发现现代的小朋友，就是因为有很多人都会觉得这种夏令营啊，会不会有？因为现在有实在太保护小朋友的爸妈其实很多，就是你们这方面要如何跟爸妈去沟通啊？还是讲说，其实就是让他们自由学习啊？有没有看到有很骄纵的小朋友？骄纵的小朋友，这倒是还好，其实我是没有。骄纵的都不会来参加这个，黑猫。那像我营队的话，我比较不希望父母来探访，这样，因为我想要培养小孩子自主独立的能力，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是谢绝参访，有偷偷拿着望远镜在外面。我你没建议啦，是吧？尽量哦，透过这次活动，家长。就看看可不可以忍耐4天，不要去管小孩。我相信那向前谁 over 当翻译啦，这个我就私有诶，嘿，私有诶，安尼。我刚好也办好出台，做得好多英文吼，识得懂空间呢，色彩吼，还有我看到一类就是异国料理。我说异国料理是很有可能可以吃到4个国家的嘛？因为你已经有不一样的。提醒你。波多啊，些安尼什么笨猪这样，就外国人那个小改，好安尼是笨喜猪，喜猪时又喜在龟甲，哦，佮看佮笨的哪只龟甲呢？哦，还笨到边讲，佮笨到马来西亚，所以安尼得水母两样嘞，肉骨茶，嘿，你买肉骨茶了，好是吧？水母两样，安尼又叫异国料理，好，但是我们要又贵天气，就添了一种冻体，哎，你食材，比如讲有米啊、菜啊，吼，安尼做。
国家国家冇强用嘅料理，哈，比如你诶听到德国，哈，诶你专门嘢行你该做。有足球。哈哈，足球，所以今年诶你好是咪是做德国来菜，啊，你波兰今年是做波兰来菜，我觉得一时一哈，其实我好好的跟我们的波兰的那个队付。好好的在讨论我们最后一天到底要煮什么菜。哇，真的哇，所以这个准备期其实也要需要一点时间，就是从一开始的筛选人，然后到前置，然后到一开始第一个礼拜的训练，到真的要上营队，其实是需要还蛮长期的规划。所以这规划的部分就会是由袁杰这边开始。算是对对对。嗯，所以这一部分，因为像今年是第一年过夜啊，或者跟往年有遇到什么不一样的问题还是困难吗？问题很困难哦。还是有问题都交给陈大哥。其实 any 平常都有大家都有体验来课程的、啊、哈、嗯，是讲。体力白狗啦，我就那边忙做埋时间，通就体力白啊，是讲体力白狗啦，唔怕，哦，你来涂料都写哦，可能万一得中毒呢，哦，搭帐篷，哦，来，我相信哦，等佮台语吼，他会非常，亲口会回忆的呢，非常怀念这一段。不过刚刚有共同，十岁到十六岁，那十岁到十六岁是全部都是混在一起的吗？还是会有年龄的分层？我们会混编，就是混着就对了。對哇，真劲呢，唔够呀。一摆吼有糖豆诶，就系老陈太狗、老福狗安尼做一合作。不过一陈太狗本身吼，本身就会亲口诶拧动，做诶动作诶共咩啊部分吼，系冇？除脱一部分，每行有就会糖狗没有松一鞋，本散当狗诶小朋友系冇？是讲做公益不敢当啦，是讲你尽量虽然你总就记出穿了，钱就喊哦，但是我们相信还是有些地方需要帮忙的，那只要我们能做到，我们就尽量来做。所以了白，去年你走体上面嘞，啊当年都年下不过年之前嘞，那时候买爱都会菜，啊你中途会菜，然后就记米，啊买出去之后呢。啊，希望台资家来参加咧卖米、卖菜的发通，就方面是讲，希望台资家来记取咧有机农业，好，你收多少钱呢？扣成本扣了以后，你是不是拿到盈余，出来卖海本上当的石油？你地方上当的石油，继续去创造上当走来走去，如果海来报销当价，是讲。过年前我希望讲就海做在送本的时候，过年前能做，过年那些做一送信海，然后因为东方去，所以哎那都今年做提上面，哦，当年每一年哈都参加的人越来越多。嗯，糖果妹还有懂得会飞言吼，黑记买的米，不过也米太多诶，没什么太，故说没强用安尼捡回去的咯。就你当当年去说，刚刚要当场参加，因为平常去唔地人又买烟来参加，讲刚刚要帮忙了上堂的时候，去唔地人又买烟，还是讲哎，就安尼来发通去上来参加，俺参加就讲刚刚米食唔得，食唔得用解释，做得阿讲半日烟半挨个摸，我讲摸啦，你系米嘅东西吼。哎，讲你学唔到，佮他就用上来学，哎，他就上来学唔到哎，系做得来学，跟住他米建议上当，哎，讲你系年纪，哎，对我同上海一些老米啥送到上当哎，因为我阿因当好，阿个是。唔过太假可能就提到动到啲上当红嘅小朋友啊，吼，佮动到嘅子年吼，系动强。就是很缺少的就抽的哈，不过你用微信讲吼，微信海喏，刚才有讲到嘿，因为做了去呀嘛个，不过其实三档狗诶，你喊嘿，其实东西咩青豆咩，你有没有现在会捐这个鞋子呢？我觉得嗨的东西哦，就方便去为消耗好台啦，就做久了久以后，他就摆在你去三档鞋，好像今年你去三档是款头该洗哦，哦，继续。去洗一些哈，所以我们是比较那个啦，因为个谁我看到咯，阿公来的也是，马上五条线跑出来。阿公，人家阿伯就好诶，系冇。哎，你看哦，好的经验又爽哦，你嘛个，你看到个蛇哦，个脚趾头穿空的哦，个海啊，烂体脚趾头走出来，系讲好的，哦好的，你当然就得来做，当然来发通是讲，敢冇去海烂体，哦阿舅冇烦。哦，哎，你还好来得及，适时的在过年前，把新的鞋子送到。唔讲，哎，家家好，
因为中爱跳白的时间，爱有去过南非嘅片未吼？嘅片就有天数迄小朋友啊，就老加着送东西不然给不给阿着食啦，还有乜个？那知道嘅样时候，就系大家啲教育嘅时间，就希望给阿着为老给阿老人家着讲，按子说讲，就系当讲车安尼。不过其实人家着每个讲车给阿着分，人家着安尼计费，做得天数给阿着。你阿摆咪系强调吼，是讲去讲车安尼，其实安尼当多负担咪讲车安尼啊，是讲因为当多负担讲当上去做，要得负担，你是地讲，基督徒个讲吼，基用去写写咪干苦工，哦，还当上去回馈社会，唔只用两万元做，佮别人博主要看唔到。你钱太过就错嘅，无啦，因为是只钱量啦，吼，是讲，你从海又发动一场，喺你会当然继续，吼，当然盘下。不过在第一盘也在发通的时节吼，那就知道讲也讲你的东西吼，可能咩系是要动到你的天数咩？动到你底度也种东西。不过第一松的高场底度又发生乜个较神奇的冇？就系松海啊，又出体很阿公姊妹，又乜个讲通人的冇？因为惊到可能会知道哦，伊咧上分的人，伊咧上所谓人，又会松本来东西喏，安尼。是讲，哎，你上海啦吼，上海应该都上海，哈，风雪还冇强凉吼。最早可能蛮有人上海，上海是讲，哎，你见到啥小朋友吼，五十三还是上五十上海来吼，哎，你上是讲，我既然来上海，我就停来上，停一点西欧叫来做个海，停一点西欧嘅脚绝对合唔到啊。哦，要先量过就错。所以我哋上海是讲，唔系讲，俺见到上海都全部上山啦。嗯哼，俺哋又是讲要量身定做。系系讲西欧看几多沙，俺啲身体上身上出来，俺沙咧，俺会涂，俺啲子宫起来散蛋，哦，俺准备加重，比如讲就沙西来，要西梅，就沙准备三种。款式还做得通不？做得，是讲你准备从海点。准备你上去做，你可能执行上会有困难。不过你最起码就三种，哦，谁来三种，谁来三种，哎，双喜讲你喜欢哪一种？哦，你喜欢白雪公主还是 Hello Kitty？ 还是多啦。好，先让他挑了哈。要选好以后呢，你咪就用测力量计较，看到底几多好啊？系，哦，啊，让你往转山下去，让去填解海。所以讲，哎，你上去的海呢，最好是讲那些的些。第一个一定是他喜欢的，第二个他穿在脚上就刚刚好，而且会大一点点的哈，不会。你看有用啦，哈，某一方面，昆墙的东西。我那你叫我你白雪公主，结果你给我别的，那也不要。真劲，哇！噶还有糖豆啊，又陈太国吼，出台七家吼，又做呀，又建农业吼，咩做嘅动作嘅工艺啊，做啲送海河畔小朋友啊，啲山洞方嘅小朋友，啊，你去亲口嘅事情吼，做啲发挥七家嘅爱心咯。孙来学还要行卡精彩。内容很麻烦咯，一下大家先来聊一下，等下播本大家滴哦。